高升反击。啊，这是谁？我是陈玉成。陈子吧。这样能不能？好，我们现在看大 Jack 把船绑到。表演打到车。你车前面大灯破了。那个不是灯，那个花生，你看右边是什么？那是一个花生，我穿的 snowboard， 因为 juice。在拍 video。Yeah。哦，那么你应该要讲一点话的。I don't know what to say。旁白。快绑好了吗？都绑好了，就收拾，就给它整齐一点。哦。收绳。收绳。那是我们的 King Scout， 我们从来没有讲我。我们的 King Scout， 非常 humble 的 King Scout。我们认识了。要瘦一下吗？嗯，我们那时候有点。